如果说相声演员啊，是通过作品展示武术这个题材，正应了那句老话叫做“光说不练假把式”的话，那么在小品的舞台上啊，可是不同了。很多演员为了展现武术的精髓，一抬手、一投足、一招一式都必须要下演。由于参演电影《分手大师》《恶棍天使》等等，为很多观众所喜爱。其实啊，憨憨胖胖的他曾经是内蒙古武术全能的冠军的。他将一身的功夫和喜剧表演相结合，也在我们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上啊，那是一展风采。大师专授阴阳太极、五行八卦、迷踪咏春，是常规打架，我教的太实用了。看看去，哎呀，您了就是掌门吧？不啊，不是就起开点，我这拜师呢。您老是掌门吗？那一定是您，肯定是您了。师父在上，受弟子一拜。师傅在你后边呢。啊，后边呢？不咋又是你呢？你没事干能不能别老搁这瞎晃？我这拜师呢。师傅，师傅，人呢？师傅在这儿。妈，真是你啊！你刚不说你不是吗？你到底是不是啊？不，你看他不是，错，不错。把这长音拉的，我就是横扫京城，威震四海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天下武林莫不从，人称神风侠的京城太极门门头沟分社掌门康师傅。神风侠是吧？能飞多高啊？这风，再说啥风能给你吹起来啊？台风吧。少说废话，你是不是想拜师？想，想就要尊师重道啊。那倒对，怎么能对我门头沟分社掌门康师傅如此的无礼呢？不是，师傅，能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吧？说，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尽量别提门头沟，那样的话会显得你的武艺更高强。哼，我说康师傅啊，这什么康师傅？我说你是来拜师的还是来捣乱的？拜师的吗？你拜师的把你师傅跟方便面搅和在一块，你觉得合适吗？看来我让你见识见识为师的绝世神功，你是不知道为师的厉害。来呀，操练起来。哎呀妈呀，太厉害了，看来我真的是找对人了。大师，求你收下我吧。你为什么要拜师啊？我想练成绝世武功，当上保安队长。当保安队长的事情可以放到后面，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更神圣的仪式。啥神圣的仪式？交报名费的仪式。神圣吗？哎呀，师傅，你说吧，早准备好了。十块钱啊，我给你两倍，我给你二十万。多少？十万。我师傅啊，我媳妇还搁家奶孩子呢，我得回去瞧瞧去。然后绝世武功的事咱改天再聊啊。可惜了一个武学奇才呀。没错。师傅，你是在说我吗？啊。哎呀，你从那儿看出来的，看看你这筋骨。你搓澡呢？啊，站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天下万物相生相克，相生相克。
有失必有得，有得必有失。收学费，学费虽然贵啊，是吧？但是你练成之后，那保安队长的事你就可以忘了啊，千万的身家都不在话下。是吗？那是一千万呐。那我上哪给你找这十万去呢？哎，为师向来以慈悲为怀啊，以普渡世人为己任。收学费那不过是为了弘扬我中华武术之精髓。您高尚，我看你天资聪慧，是个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呀，所以为师可以破例给你打折，按揭，按揭，哎，交学费还按揭，可以啊。你可以根据你的经济条件选择首付50%、30%或者20%，实在不行15%也可以接受。你看你付多少吧。50%行不？这是一好，有魄力，取钱去吧，我等你。不用了，师傅，我这带着呢。50块钱呐、啊。师傅，你要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的话，那就算了吧。过意的去，过意的去，50也是钱呢。我看你这么赤诚啊，为师就收了你了。师傅在上，受弟子一拜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谢师傅。为师跟你说呀，中国的武术，练武必先练力，练力，练力必先练气，练气，练气。知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？练是什么？唱歌。师傅，这练气跟唱歌有啥关系啊？你是不知道啊！现在很多气息上的行家，那都是隐藏在歌坛的武林高手啊！是吗？你像李双江啊，李玉刚啊，阿宝啊，何云伟啊，这何云伟那小鸡子样还会练功夫呢？当然了，没点真功夫，人家能当评委吗？哦，那倒是，就是嘛。哦，来，给为师随便唱上一首，为师给你指点指点。我这唱歌唱不好，唱吧唱吧唱吧。我唱不好别说我哈，唱。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，还是停，不好，换一个有激情的。激情是吧？对，有激情的，花儿乐队的行不？有激情吗？行，花儿乐队的啊。是我的全都给我吐出来，爱全都你我走下台，闪闪红星你我的精彩，接受你的爱，请刷刷。停！咋的？再换一首，换一个高雅的。民歌，民歌是吧？对，民歌，好日子行吗？行。开心的锣，停！我说你怎么唱什么都刘德华的味儿呢？鼻炎。我不管你那个，啊，我不管你那个，再唱一首，唱出自己的特点。你要是唱不出来，就别跟我学。不是，师傅，那我能不能整点音乐？我提提我的感觉啊，老三。师傅，这歌到底跟气息之间的关系，我确确实实是想不明白呀、啊。来，听音乐。这还是刘德华的，这不还是刘德华？你不坑我吗？离开流行乐坛，唱出自己的风格，离刘德华远点。我这就是刘德华，我怎么离刘德华远？那看你的理解。上。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。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，一段情默默灌溉，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，好好的一段爱啊，怎么会慢慢变坏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
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，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行吧，行吧，好，好，好，像这样的唱法，每天唱100遍，下个礼拜见我。哎，等会儿，师傅，师傅，停！你这还没教我功夫呢。不是，我家里还有事儿。不是，师傅，我求你教我功夫呀。不是，你这50块钱哥哥费。师傅，我这还有点零呢，要不然你再来点儿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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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既然这样，为师就把为师的看家本事教于你。哎，教给我啊，学着，学着。一个西瓜，西瓜切两半儿，两半儿，你一半儿，他一半儿，西瓜籽儿。抛出去，学会了吗？有点会了，会了是吗？有点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跟为师一起啊。来来来，一个西瓜切两半，你一半，他一半。西瓜籽儿，停。找到问题了吗？脚跟不稳呐、啊，脚跟不稳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脚一定要站稳，腰上要使上劲儿，要使劲儿，知道吗？腰马合一，一掌用力的打出去，用力打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来来来，一个西瓜切两半，你一半，他一半，西瓜籽儿停，咋老停啊，师傅你这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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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那个问题呀、啊，腰马合一，你的劲儿没使上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气使得不够足。气是吧？对，气息一定要跟上，跟着一掌一起打出去，发出一声怒吼，嗨嗨！对，明白了吧？嗨，你等会儿，我求你了，你等会儿，好好，别着急，来，我自己找找啊。嗨嗨，行了吗？明白了，再来一遍啊！来，走，嗨，一个西嗨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我师傅，你搁这学蛆呢？为师这套武功啊，叫做乾坤弹挪移。师傅，这套武功的第一层啊，它的要义在于，你用屁股着地的同时还可以来去自如啊。屁股着地咋来去？不行，你可以学一学。啊，屁股着地来去自如啊。屁股这着地，这咋来去自如啊？这不这个故旧呢吗？是吧？哎，哎，哎，哎呀！哎呀妈呀！我练成乾坤大挪移了！哎呀，师傅呀，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练对打了？不，来吧，师傅，停！练对打不需要为师出手，先问过你几位师兄？哦。几位师兄，你们谁先上呢？明白了，来者不拒。他，呀！师傅，来吧，对打吧！不，你先等会儿啊！我告诉你，练对打也不需要为师亲自出手。那怎么的？为师现场教授一图，便可与你对决。那来吧，等着，你等着，快点练对打啊！哎呀妈！小时候练过两招啊，还行。赶紧的，师傅。哎，大哥，活动活动啊！在哪儿呢？我让人打了，徒弟都跑了，满脸是血呀、啊！要不你等会儿，不是，我等你呀、啊，10分钟啊，就10分钟，要不整不了了啊！那行了，行了。
哎，姐，姐，我看你挺漂亮的，你上去帮我盯会儿呗。我他绝对不带打女人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我十啊，50块钱我给你行不行？不是，就稍微有点瘦，不是这是20了。你先就一会儿我肯定给你行不行？谢谢谢谢。来了，来了，来练对打吧，来。哎呀，嘿嘿，哎呀，你这是给我介绍对象呢，还是给我介绍练武对象呢？你这他也不像个练武术的呀，不像是吧？当然不像了。等着，哎呀，拿着。这回像了吧？那师傅我呢？等着，快点的！小妹妹，一会儿我可真削啊！你要要命赶紧下去，别搁这搅和，知道吧？我想跟他对打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！哎呦！我徒弟，3分钟不到，我教出来的徒弟，李大拐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徒弟真的，李大拐。我是这片的民警，盯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别装了，走吧。民警同志，物证，物证。你也别闲着了，回局里录口供去。哎，好嘞。警察姐姐，你这功夫搁哪儿学的呀？这么多喜剧演员演绎的功夫大片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真正的功夫高手是如何跨界表演喜剧的吧。振宇功夫团啊，是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上的一组特别的选手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喜剧演员，甚至都没有得到过专业的表演培训，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可都是全国单项的武术冠军。由于对喜剧的热爱啊，让他们走到了一起，立志成为了中国最专业的功夫喜剧团队。一起来看。南宋末年，为了争夺武林绝学九阴真经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大高手云集于华山之巅，史称华山论剑。剑欧阳锋，你好狠呐，这样的招式你也使得出来？连这招你都解不了，还敢叫北丐洪七公？笑话！看招！嘿哈啊！嘿哈！嘿哈！嘿！二位施主，你俩已经斗了一天一夜，未分胜负。罢手吧。说得轻巧，我们倒想领教一下一灯大师的高招。大师请赐招吧。那我就得罪了。嚯嚯耶啊嚯，哎哎嚯哎啊，我的花生啊啊啊啊谁打我？你给我出来！老顽童啊！哎，你们不是在打架吗？打呀打呀，我给你们让地。打呀打呀打呀！哎，老顽童啊，急什么？东邪还没来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梅超风。
这边。梅超风哪里好？求天刃。哼，梅超风，让你尝尝我铁掌的厉害。好，受死吧！呀，嗨，各位老大都在呢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弄得人家好尴尬。告辞。裘千仞，哎，既然来了，何不一起切磋切磋？哥，大哥们在这比武呢，我一个小人物在这不合适吧？合适。哥说合适就合适。哎，梅超风，你师父东邪怎么没有来？众所周知，我师父东邪眼睛往东边斜，于是他就往东去了。哎，还好我有双慧眼。既然你是东邪的徒弟，那你就替他华山论剑吧。大师说的对呀，那我们亮出自己的功夫来如何？好。裘千仞，哎，你先来啊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谢哥，继续加油。好嘞。欧阳锋，他玩阴的。你哎，欧阳锋，别难为他了，我老叫花子献丑了。雕虫小技。呀哈呀哈呀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谢谢，好人一生平安啊。承让承让，各位老大，小弟献丑了。嘿哈哈哈，裘千仞，嘿哈哈。老板力度怎么样啊？可以可以可以。那要不要再打点人呢，老板？我去你的吧，老顽童。承让承让承让，老衲献丑了。下面下面一点，上面上面一点。炎炎夏日，皮肤瘙痒，请用白骨牌。痒痒挠，轻轻一挠，消除烦恼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这群武林高手啊，平时日子过得不怎么样。欧阳锋，九阴真经交出来。真经在手，别想抢走。我的，拿过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承让承让，承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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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承杨树林携手杨志刚表演的小品啊，为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荆轲刺秦王。故事的灵感呢，是来源于杨志刚大学时期看到的一个舞台剧的剧本。此次在喜剧舞台上能够演绎英雄荆轲，可谓是弥补了他学生时代的遗憾，圆了他自己的英雄梦。今日请到了天下第一剑士葛聂先生，此次刺秦计划是马到成功啊。哈哈哈哈，太子过奖了，有我的绝学，十步一杀，十步之内叫那秦王必死无疑啊。好，先生不愧是剑圣之名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的师弟，负责在外接应。好，先生请看，这是我燕国割让土地的地图，这儿还有匕首一把，
锋利无比，上面带毒，只要沾破点皮儿，当时毙命。好匕首啊！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手是不是欠？师兄，师兄，这还有救吗？人工呼吸吧，那算了。师兄，我这就带你回家，刨坑埋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位壮士，你师哥的绝学十步一杀，你可曾学会呀？我练过，但是我没有师兄厉害，他是十步一杀，我进我五步。好，那就派我国勇士秦舞阳与你一起征战秦国，马到成功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太子，你为什么要杀秦王啊？想着秦王昏庸无道，挑起战乱，你要是把他杀死，就是我燕国的大恩人、大英雄，名垂青史。名垂青史，真的？对，好。哎呦，那我就要替天行道。恭送二位。什么贱人！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秦王请看，这是我赵国割让的城池。嬴政，刺客！你残暴不仁，昏庸无道，今天我就要替天下百姓。你等我把话说完的呀。太磨叽了。絮絮叨叨跟谁学的啊？来人，抬下去。诺。大王，这已经是今天第四个行刺您的了，您可千万要小心呐。都一个套路，线图里边藏把匕首，没新意。放心吧，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套路了。这燕国使臣已经在殿外恭候多时了。又来一伙。哎，宣他们上殿。诺。宣燕国使臣上殿。喂，兔，Three， 拜见秦王。外语说得不错呀。平身，二位使臣今日到此，所谓何事啊？我们是来献图的。献。你俩先等一会儿，我回去换套衣服啊。啊？啥意思？机会来了啊！待会儿你给他献图的时候，就用你的绝技五步一杀取他性命。不行，杀不了，太近。太近啊？不是五步之内绝无生还吗？不是五步之内啊，我是得助跑五步。助跑五步？那要六步呢？冲过了。四步呢？够不着。够。你这练的什么剑法？你等会儿给你量啊。一二三四五，这儿。不行，得我自己量。你得自己量？你这步太大了。这儿就行，你看着啊。一、二、三，大四。妥了。就这儿。你这剑法就练得这么可丁可卯吗？没办法，我是处女座，严谨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秦王驾到。大王，你不热吗？二位壮士久等了。最近呢，刺杀我的人太多了，回去穿一身铠甲，心里边能安稳一些。早晨呢，来了四位，有献图的，有献美女的，都被我剁了。刚才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二位是来献什么的？我们是来献丑的。献丑？
那你是要把他献给我呀？啊，你把他献给我，明显是在炫耀你们燕国比我们秦国吃得好嘛？这是，不是那个秦王是这么回事，他是来献艺的。啊，对，献艺的，献艺，对，来一段，来给秦王唱首歌，跑调，跑调，五个剑，没有剑啊，没有，手里不是有图吗？以图当剑，舞一段，上，来。一、二、三，大大，这位壮士、啊，你这种舞蹈本王还真没见过。我是专业的，但是没有音乐啊。没有音乐啊？好，今天本王有雅兴，我亲自为你伴奏台鼓。死胖子，你就在那儿看着，扶我起来。这你这腿脚上炕都费劲呢，你还舞剑呢，真是。躲一边去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五个。站！哎呀！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哈哈哈哈哎呀，漂亮，舞得漂亮，舞得开心，你们都下去，都下去，哎，我们俩单独聊聊。君上，这下去。诺，那个秦王，我们你妈招呼你回家吃饭。君上，那个回去，靠你啊，加油啊，加油啊。哎呀，自打我继位以来呀，连个敢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是啊，就别说跳舞了，今天跳得特别开心。来，跟本王坐下聊一聊。来，哎呀，坐。没地儿坐，站着吧。王上，你看头回见面，我敬您个酒得了呗。不喝。为啥啊？哎呀，本王有自己的人生格言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我罚你一杯。那行。知道为什么别人敬酒我不喝吗？为啥呀？不敢喝啊！征战多年，想杀我的人太多了。不是，那你知道为啥那么多人都想杀你吗？还不是因为我杀戮过重。你看你这不明白人吗？明知道你还老打仗，老杀人。我给你讲个道理啊，这七国就好比作七条狗。啊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我也算你了啊，只不过那六条稍微小点儿，我是藏獒啊，就这么一盆狗粮，大家都去抢，这不就是狗咬狗一嘴毛吗？对吧？我把他们六个全灭掉，剩这一盆狗粮，我自己吃，嘴里是不就没毛了？是没毛了，可是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啊。怎么说你都不懂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个王，不能总考虑本国的安危，一定要考虑全天下的太平。就你还想全天下的安危？那你天天打仗，民不聊生，死那么多人，你怎么可能天下太平呢？说得好，今天咱们俩互换一下，来，来，放下，来，你坐这儿，坐下。
这些奏折摆在你的面前，今天你来批，我看你咋办。我批批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们秦国这字儿跟狗刨子似的，看不懂啊！啊，藏獒就给你念一念。启奏君上，燕国与赵国两国大军已在边境集结，望君上定夺。不可轻举妄动，我国边境有人造谣生事，蛊惑民心，如何处置，望君上定夺。不可轻举妄动，赵国派人偷袭我方城镇，纵火焚城，全城房屋毁去大半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如何处置，望君上定夺。不可轻举妄动，督抗守将死守不出，不战不降，每日都有百姓饿死，请问君上是战是等？有人饿死啊，那得战。我军围城三日，安阳守将只因城中百姓要开城投降，便将城内百姓赶尽杀绝，弃城逃跑，被我军擒获。君上是放是杀？这得杀呀，说清楚，是放是杀？得杀。杀不杀？杀。告诉你，我也做了你同样的决定。拿着，该动手了吧？啥意思啊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是燕国派来的刺客，你不杀我，你回不去燕国。今天我也给你个机会，你也可以留在我的身边，跟我一同打天下。那不行啊，我都答应太子丹了来杀你，怎能言而无信乎？言而有信，我佩服，是个英雄。今天本王就受你这一剑，来吧。你说的啊？是不是你说的？来，别动啊！别动！嬴政，今天我就替天下的百姓杀了你。一、二、三，大大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天下七国战乱不断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我知道，只有你能以战止战，给老百姓一个太平。那你为什么要自杀？我受太子丹所托，这一剑非刺不可，但是我愿意替你受这一剑。为什么？我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国破家亡。做一个好君王。以战止战，没想到最了解我的竟是一个要杀我的刺客。我答应你一统天下。